溜达劲儿炖土豆，大鸡腿。炖的都脱骨了。这个是鸡翅根，那鸡肉特别肥，我都一滴的油没放。全是鸡肉本身的油。
汤包饭特别香。我自己炖的骨头，看着有食欲吗？好香，这一块带一点肥的，特别好吃。这个汤泡饭的老好吃了，可鲜了，这个汤春边卷土豆丝儿，那个芥江的裙子菜可好吃，我第一次吃这个口味就爱上了。这个芥香的裙带菜有点臭，辣鼻子，但是好吃。
鸡蛋汤。芹菜菜太好吃了，这麻烦可能吗？在那儿。
让肠，活动到15号，买3根随机送1根。蘸上灵魂小料汁儿，今天的料汁是酸甜辣。